我手上有一个气球，有一个气球。嘿，会想要吗？看到我弟弟都在看，弟弟妹妹都在看。好，这个气球想要的话，等一下要回答问题啊，所以肯定要请旁边的家长、爸爸妈妈帮忙回答。请把你们的手上的时刻表拿出来。如果弟弟妹妹想要的话，请把你们的手上的时刻表拿出来哦。